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，设 y 等于 f of x 等于根号 x 加3，求函数 y 等于 f of x 的定义域。好，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求 x 的允许范围，那因为 x 加3是放在根号里面，那根号里面啊不可以是负的，但是可以是0，所以呢这里 x 加3是要大于等于0，也就是 x 要大于等于负3，这一个答案